谷爱凌谈烦恼，有时候会很孤独，也有不自信的时候。近日在接受采访中，谷爱凌谈到了自己的烦恼。谷爱凌表示，18岁女孩正常的烦恼我都会有，有的时候有社交的烦恼，有的时候会觉得特别孤独，好长时间见不到朋友，我不太喜欢视频聊天，跟真人不能比，我要不就是发短信，要不就真人，还有就是失误的时候，接下来怎么去学习，在哪去学习，去问谁，这些过程也是，还有我也会有不自信的时候，所有人都有不自信的时候。